我这个啊就很卡。还卡。好。不是因为我刚刚是退出去看微博了，然后不是给你们发消息吗，然后就卡了。还可以，就吃点。谁圆了就还好，看没有？无特效。无滤镜。没有。什么叫好煎？每天都在吃啊，没有，就是吃点火锅啊，然后什么小吃啊。目前不回北京，对，吃的火锅，然后反正我吃了跷脚牛肉，然后啊，然后什么啊。反正能吃的都吃了。这家吗？这家是我一个来的，然后今天就过来碰他们，然后见个面，好久没见过，然后就来吃个饭。对，喝奶茶是不可能的哦，喝奶茶是会长胖的，喝可乐也不行。但我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没喝可乐。怎么办？网很差，我要不关了，改天在家的时候再直播。打个招呼。没有啊，我就想是打个招呼，然后主要是我没有在。我直播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？还好，反正晚上少吃一点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不会认识我的。卡了吗？对吧？就模仿。没有，我没动，我就是在左右看，因为我在大马路上。哎，你不是快手那位老铁？不是啊。婆婆只会跑来问要不要黄瓜呢？这两天就是有点热吧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呢，就是反正回来还好，就是我不太没有啊，之前就剪了。
然后只是去那个制热的时候，修饰一下，把边修掉了。对，他们说我出来溜达一会儿。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啊？我拿个手机，然后在这儿讲话，又是自己看自己，然后旁边一个大爷翘着二郎腿，然后看着我在这儿自己讲。我肯定不镇定啊，我很虚。然后呢，我就很多吃的，然后都是什么麻辣烫啊、火锅啊之类的。那大爷肯定在想，这小孩在干什么呢？一直在那儿走来走去，然后拿着个手机自己聊天。谁啊？不会上火吗？会。但是然后呢，对对啊，就是我们有点卡，这个是在哪条街，我也不晓得这个哪条街，之前就是天黑了，我晓得吗？大爷进入直播间。哦，移动就卡，然后我在外面待久了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我要不要进去一下？镜头往下一点。对，我进去播会更卡，所以我就想着要不咱今天对尴尬处没有，头发还没有长出来。无线网不会卡吧？好的，我要说再见了，拜拜。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普通话，哎呦有点痒，这有个蚊子，就是有点做作，对，所以大家再见，拜拜，下次我会播久一点的，好的。